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尤其是我爸，特别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大夫。我妈呀，病殃殃的，常年卧病在床。我那弟弟呀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一弄就拉一床尿一裤子的。哎呦，那家里那味儿啊！我跟我爸爸就常年在车上晃荡，家里根本就没有人管，所以。 找你这么一个帮手，真的挺好的。小陈啊，我听你这么说话吧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很坦率的姑娘。我吧，日常工作当中接触了最多的，除了这个患者，那就是这个患者家属了。尤其是这个慢性病啊，那对患者家属来说，那真的是太煎熬了。你母亲的病吧？ 我听刘处长也跟我说了一些，挺值得人同情的，真的。嗨，我其实是想说，小陈啊，是这样啊，不管你和我的关系未来发展到任何一个程度，我随时欢迎你带你的母亲来医院找我看病。老陈，这会儿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白大夫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真该替婉儿的妈妈感谢你啊。 白大夫，我看你这人呢，真的挺好的，所以有些情况呢，我的一些情况，我想让你了解一下。我从高中的时候呢，就转过四五次的学，就没有学校敢要我。我走到哪儿，老有一帮不三不四的人跟着我，打架呀、闹事儿啊，这些都家常便饭。那公安局，有了好几回的案底了。我考大学了。 没考上，我不甘心过这种安分的日子啊！我就去考文工团，哎，我真考上了，结果我犯错误了，这还没去就给撵回来了。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外号，叫玉面狐狸，我就是那么一个不安分的人。你这么有性格呢？嗯，我喜欢。 你先别着急喜欢我，我还有一个情况。我心里有一个我喜欢的男孩子，我本来以为我心已经死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放下他。我觉得这一辈子我都忘不掉了。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，如果你不介意也可以，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说。 我真的是那个不安分的人，你还想怎么不安分？没事，陈叔，你不嫌丢脸，我还嫌丢脸呢。赶紧给我滚回家去，给我下车！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陈叔，你别给我下车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，你生气，给我走！我挺喜欢小陈的，给我走！你就让他跟我说你喜欢小陈，没事，我同意。给我走！对，我挺喜欢他的，我就让他跟我挺喜欢你，你别，你你要干什么？我闺女。 白石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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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大夫，上哪儿？深圳。多老远呢？上那儿干嘛去啊？
三儿他们都说了，那特好混。男人志在四方啊，就那没本事的都能赚上钱，像我这样的，还不得混个衣锦还乡啊？你就吹吧你，瞧不起我？没有没有，你说这对。哎，倒退二十年，我敢跟你一块儿去，你信不信？你真不反对啊？不反对。趁年轻啊，就得出去闯闯。哎，我年轻那时候啊，就特想离开家出去闯荡去。结果我爸跟我说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完了，我说：“人下边还有一句叫‘游必有方’呢。”老头说他没听说过这句，结果一下把我就给耽误了。正好，你替我实现我没实现的理想。嗯。老金，我谢谢你。强子，你知道那个囚犯的“囚”字怎么写吗？又考我？这我能不知道？口字里面一个人。对。咱们这院啊，就好比这口字，你就好比里边那人。你要老在这院里不出去，那就等于蹲大牢一样，是吧？同样一个理儿。如果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不该住的人，你要不让他出去，你也不舒服，这人也难受。到时候这个人在你心里头长了毛，生了根，那就变成了一个困字儿了。哎，我去深圳这事儿啊，别跟我妈说了行吗？还有院里所有人行吗？放心。哎，我看见他了。玩儿，都拿好自己的包啊，别落东西啊，下车小心点啊。你俩怎么来这儿了？专门来找你的。强子要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去哪儿啊？去深圳。这一走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老规矩，院里搓一顿，你参加吧。我不去了，我去吧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你去跟他喝一杯，聊聊他的心思，也聊聊你心思，去吧。我还得出车呢，好多事儿呢。我替你请假。你们赶紧去吧，要不然院里的人都等急了啊。哎，那你有什么话让我们转告强子的吗？祝他一路平安，长命百岁，早点发财。咱不是都说了吗？不告诉大家，您这可好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妈说的，那能不说吗？你这要出远门了，我们能不送送你呀？就是。然后咱们这院好些日子都没去了。是啊。对。哎，强子，你今儿玩命吃啊！那人说了，广东那边的饭菜咱北方人吃不惯，太淡。我给你装了一大罐那个六必居的酱菜，回你带着。你吃不惯的时候，你改改口。来来来，动筷子，动筷子啊！来，那个，既然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强子今天我也放肆一把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来吧，集体敬强子一杯。整那么正式干啥？都跟群哥们似的，跟郭冰燕似的。我好不容易都站都站起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两句话我必须站着跟强子说。说，强子。咱们毕业那会儿就说好了，各奔东西，但天天见。但今儿不一样，吃完这顿饭，真天南海北了。我跟三儿也不知道能帮你做点啥。金大爷，哎，金大妈，打今儿以后，您就是我跟三儿的亲爸亲妈。强子，不要有后顾之忧。风风火火闯你的九州，来，干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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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声再大点儿！
金大爷，金大妈，哎，你以后啊，您就是我亲爸，您是我亲妈。哎，这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尽管招呼我们两个，我们俩保证随叫随到。得嘞得嘞，我敬您二位。谢了谢了谢了，孩子，又谢了谢了谢了，我干了。吃点菜吃点菜，快吃菜吧，快吃菜。好，看这都动筷子来到我了，嗯，我也得说两句啊。哎，你别说，你在这儿时候我没觉着。你这么冷不丁一走，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你强子有股闯劲儿，就跟这红星二锅头一样，到哪儿都是最闪亮的红星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好词儿。行了吧，别整这一套一套。你呀，在我走了以后对美花好点，她可是我妹。都说了他是你妹了，我敢欺负他吗？再说了，我俩谁打谁不一定呢。哎，强，咱说正经，你去了那边一定好好干。我跟三儿万一边防证下来，立马去深圳投奔你。姐夫敬你一个，咱们这院里啊，就你能出息，你到那边好好干，家里边还有院里的事儿，脏活累活我全包了。嗯，你就放心去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但我还是那句话。我呢，在深圳实现我的理想，我也希望你能在幸福里实现你的理想。那就看见魏忠杰了，等你回来，咱们再好好喝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大圣，强子。哎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小的时候，你带着我们美华到处疯跑，天天上蹿下跳的，有的时候给我气的呀。可是呢。一有点什么危险，你搜一家伙就把美华护在身后边。美华跟你在一块儿，我这心里是真踏实。那可不是嘛，我妈这又不止我这么一儿子，不是还有你们俩这么一对如花似玉的闺女吗？你们俩还有件事瞒着你呢。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说说。还有事瞒着我？咱原来送礼不都是那种点心盒子、什么水果罐头吗？对对。有一回，那美华就突然找我来了，说：“强子，强子，说，哎，你知道什么叫凤梨吗？”我说：“什么梨？还凤梨？”拉着我指他们家大衣柜上面，你看，你看上面那个就是凤梨的水果罐头。这俩孩子馋的哟，想吃够不着啊，最后没忍住，他就骑着我脖子上，愣给那凤梨罐头够下来了，吃了，嘁哧咔嚓一口没剩，好吃啊！吃完了想完了。没打招呼，给罐头吃了，这不得一顿揍？怎么办呢？我俩给那土豆啊，切了片儿，挖了眼儿，最后灌了自来水，生把那罐头给摆回去了。好吧，这就是你想得出来。我当时看见土豆都黑了，我当时后悔呀、啊。我想说，这凤梨这么爱坏，早知道早给这俩孩子吃了。吃了，吃了，全吃了。妈耶！那个，还是叫老金吧，要不然我也不自在。行吧，老金，我还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。你说，我是5岁来的这边，我妈那会儿带着我来呢，我都记着。您待我就像那亲儿子似的，甚至比亲儿子还亲。小时候那会儿上小学写作文。作文的标题叫我的爸爸，我愣是没交，让我妈这一顿揍。我不交不是因为我爸那事儿，是因为其实我都写完了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，但是我写的都是您，我就愣是没交。从小你别管我怎么跟您打岔呀、抬杠啊、胡说八道啊，但是你对我那些好，对我的那些教导，我全都记在心里。我这回去深圳啊，我就稳稳分分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。就像您说的，别人帮我铭记在心，我帮别人我记在心上。看看这话，我这辈子值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把你妈照顾好了啊。
儿子，明镜嘱咐我们了。你反正你自打生下来头一回离开北京去这么老远，妈也知道啊。你开始你就不想告诉妈，你就想自个儿敲门声就走了。我知道你是特别怕我这哭天抹泪的，招你烦。这回我肯定我不哭天抹泪，我就乐着的，这么送你奔前程去。来，儿子，跟妈喝一杯。来。老金，哎，别你们一家人喝，大家伙全来吧，来吧，全姑娘。你要想去，就去看看他，别折磨自己。你爸呢？我跟他去说。其实你爸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。都是我跟华子拖累了这个家，拖累了你。你要恨，就恨我吧。我有爸爸妈。我要是去了深圳，哎，绝对一鸣惊人，大展宏图。真的，就我这能力，妥妥的。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姐不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理想，你们俩都没准都孩子都打酱油了，你信不信？绝对的。咱要买哪儿来着？前门楼子第一个白塔寺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俩可以不喝酒，陪我聊聊天行不行？我到了深圳已经没有人再跟我喝酒聊天了。神龟虽瘦，犹有竟时。你们都知道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？别聊那些没四六。100。这有用。80。人的平均寿命就62岁。不可能。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明白过来事儿呢，那时间嗖一下子就已经过了1/3了。剩下的日子怎么过才叫值得？怎么过才算没白过？换句话说，咱为什么活着？不就是为了那点情，为了那点爱吗？人要是没有情没有爱，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我觉得吴继凯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对。我这次去深圳就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别扯淡，你们都考上大学了，都在象牙塔里，我也要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。人的时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你要是跟喜欢的人在一块儿，那时间嗖一下子就过去了；你要是跟不喜欢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什么？度日如年。我跟你说，你懂什么叫快乐吗？强子，你懂什么叫快乐吗？快乐就是你跟喜欢的人在一块乐了，时间就过得快。你甭跟我们说你要去深圳实现什么理想啊，实现什么抱负，你不就是不敢面对吗？你去深圳不就是为了逃避吗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，装什么装呀？哎，有本事那眼泪别掉下来，往肚子里咽。你根本就不是原来我认识的强子，我真瞧不起你。我俩刚才去总站了，看见陈婉儿了，整个人懵在那儿，跟丢了魂儿一样。你怎么就忍心呢？我看着都心疼。你把他撇到北京自己跑深圳去，直挂云帆济沧海的，你知不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
你要是丢了陈婉儿，你后悔一辈子。强子，都是假的，他妈假的！我对他的爱，你们根本就不懂。告诉你们，我爱婉儿，别说现在了，就是到了十年、二十年，就到我死了也不会变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要是在北京，只能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，他爸也只能越来越瞧不上我。我现在只有去深圳，才是对他爱的唯一的方法。你就是个懦夫！逃避什么呀？逃避？你和婉儿这一路走过来多么不容易，大家都看在心里。要真心相爱的两个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一起去解决，一起去面对。这才是个爷们样。你现在把他一个人扔北京，他怎么办呢？你自己怎么办呢？你还不跟他扯淡？别闹了，强子，你心里面多难受我不知道吗？你装什么装呀？你现在喝的这些酒根本就不是酒，那就是你和陈婉儿的眼泪。哎呀，你们别说了行吗？你们俩能把嘴闭上吗？行吗？行吗？你把嘴闭上吧。你们俩别说话了，闭嘴。说他是你亲闺女不是？亲闺女是亲闺女。他跟李强俩人相亲相爱，我跟他情投意合。你去找你干嘛？你凭什么给人拆散了？是我拆散的吗？再说你让他相亲去干嘛？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这不是就是拆散他们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没有这样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吃错药了吧你？我怎么吃错药？我跟你说，你没有这样的。拆散人家，我这需要你帮助，你能管吗？你闺女这么多人呢，咱别让人看笑话呀。我跟你说，婉儿啊，婉儿以后你跟你妈。高血压过度劳累，突发大面积心梗，刚刚脱离危险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我是他老婆，我进去看看。嗯，先办住院手续再进去吧，但是人不能太多，病人需要安静。哎哎，好，办办手续。我你这我去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没事儿。大夫说了，你得好好歇着，就是累的。你现在，哎呀，又耽误上班了。你都现在了，想这干嘛？我又
拖累你们了。什么叫你拖累我们？是我拖累了你。你看这个家，你原来身体这么好，华子那样，我这又一身的病，什么事都得靠你，那不是我拖累了你啊？我呀，不是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个好爸爸，对不住你和孩子。你要说这话，那我可真不爱听。谁对不住谁呀？家里就靠你一个人撑着呢，玩了命的在外头工作，我对不住你。这么多年把你累成这样了，你真的以前不是这样？其实以前也一样啊。怎么一样？你记得咱们认识那会儿，你可腼腆了，说话脸砰一下就红了，老知道笑，人家都说你和气。自打那年生了华子，我就再没看见你笑过一次。这些你都记着？我都记着呢。我还记着咱们刚结婚有一年吧，就有了碗了，把你高兴的一回家抱着孩子就不撒手。我坐月子时候我什么都没干，你忘了？都你一个人伺候我。你记得有一回你跟我说，哼，要是我有奶还用得着你？这些事儿我都包了，我给碗喂。你记得啊，那天晚上。这些你还真能记着？可不都记着呢。你还记着相对象的时候，连我脸都没看，你就决定嫁给我了？记着，都说多少回了。头回跟你见面，我就看你那鞋这么破，可你补的这么多补丁。我当时就想着，这个男人真能过日子。你骗了我一辈子。华子，华子，干嘛去？华子，那这辈子有你这么个儿子知足了。娃儿啊，爸爸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了。想起爸做过的那些事儿，说过的那些话，爸爸没脸呢。
脏乱陈家，能有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那是咱祖上积的德，祖上积的福啊！玩儿啊！想起爸做的事儿啊，爸恨自己个儿，爸恨自己个儿，爸对不住我，爸对。你别看我病这样，我不糊涂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把我婉儿交给谁，我都不太放心了。不光是你，尤其是你。我知道，跟我也会这样。他一开始。追着婉儿，你害得婉儿没考上大学，你害了她一辈子啊！我们陈家唯一的指望，也毁了我们家一辈子。你帮婉儿考上了文工团，你呀。再后来，婉儿跟我上了公交车，当了售票员，天天的缠着她。别人跟我说的，我看见了，还在公交车上过生日。你我不知道啊，我心里明镜的。真心对婉儿好，我就担心，我就怕呀，怕我婉儿遇着狼。叔，我李强就算是一匹狼，我能吃了他，更能保护他。婉儿他妈的病，一天比一天重。华子又是那么个孩子，我又病成这样了。想好了，这么大个家，你能扛得住吗？我不会后悔的，而且我一定可以扛起这个家。放心吧，要不然咱们打个赌。我赌，那我赢定了。离近点儿。
老陈出院了，出院了，身体好点了呗？好多了，以后可得多注意点了啊。老陈啊，我刚才跟他们说了，你身体杠着呢，啊，硬朗着呢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啊，但是呢，今后这个脾气得改改，肝火别那么旺，跟我们学学太极，啊，养养生，身体可是自个儿的。知道了，知道是自个儿的了。哎。阿姨，帮我搭把手。哎，别拍，别拍，这是彩电，这别拍，这新电视，别拍，这彩电拍坏了，拍那黑白的去，拍。这电视哪来的？李强买的。他说你刚出院，在家闷着没意思，让你解解闷儿。你现在又不能上班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不光钱的事儿，还有电视票呢。退了它，齁贵了，还得搭着人情。那黑白的那不照样看吗？叔，这黑白的跟彩色的真不一样，咱就跟过日子似的。他现在不是提倡老百姓过日子要百花齐放吗？咱这日子也得过得五彩缤纷，不是？还有，您是家里的主心骨，您高兴了，全家都乐呵。用不着考虑我乐呵了。但是，华子天天在楼下拍那黑白电视机，手疼啊。阿姨在家里也没上班，还能解个闷儿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你得告诉我多少钱。等我开了工资了，我按月还给你。但是千万别说不还啊，一码归一码。你现在在我们家里还算是客人。哎，你愣着干什么呢？你去拿纸和笔啊，给强子立个字据。这电视机白买了。这走不走啊？怎么去啊？走着去啊，你还让我背着你啊？要不我别去了，你自个儿去得了。我自个儿去算怎么回事儿啊？你心里甭犯嘀咕啊！我跟你说，这男人啊，有时候最了解男人，是吧？这个只要是他大病一场，你别管他原来外表多刚强，心里立刻就变成一豆腐渣了。老陈医院里走了这么一趟，肯定脾气改了。我不知道去那儿说什么。什么都不说，就是慰问。强子晚上的事儿一个字都不提。就带这个。这怎么了？不买点别的。这个麦乳精，强子送咱俩时候说这贵着呢，正好咱还用在他身上，是吧？苹果我们单位发的。你不是说这贵着呢吗？要不他留下一瓶。是，那拿得出手吗？就提了这么，哎，所以说呀，你这人啊太抠，有时候。你才抠呢！我抠，我抠，我抠。干嘛还留俩呀？咱俩吃。来，李强。好，上来。来。好，好，哎呀，李强盘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哎呀，揪起来了，好球。
Thank you.